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。今天呢，我在拍摄 GQ 的封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在一个体育馆里面被困在这儿了。GQ 杂志今天为我准备了50多名小朋友看这个后面，这么多小朋友跟我一起拍摄杂志的封面哦。跟这么多小朋友一起拍照片可是不容易的哦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要让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猜这球重还是不重。来了，